小朋友起立。田轩，一到六年级的运动员全体起立。可说是目前本校
区的大家长，我们林启正林区长。大家好。好，那接着校长要介绍的是我们各级的民意代表。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立法院前立委，我们林丰喜林立委。目前也是我们立法院的顾问。好，接下来我校长要介绍的是我们市议员，我们下来的要介绍的是我们家长会，也是我们以上三个团体都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尤其在家长会，在我们学校非常欣慰，还有各种活动的支持啊，都非常的大。有目前为学校付出的有银禧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美儿香草餐厅。六所学校在进行我们同样的校庆，那校长呢？首先，以及各校的代表，校长、主任，那我们这个林丰喜前立委，以及在场我们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老师、所有家长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松竹国小的校庆暨运动会，幼联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同学在今天的比赛过程都能够有很好的成绩。那今天来到学校，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看到我们大门这里进来，我们的松竹楼出来，在这里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张校长所带领的团队的这个监督哈。那很快我们这里就要启用了，那也跟大家报告，就因为我们松竹楼的一个改建，所以让幼联有机会走向我们的竹园这个地方，才发觉哎呦，这个我们的竹园的设施哈，有些是坏掉了，而也因为我们大门的人行道，也看到我们黑板树的这个气根的破坏入工，也祝福我们在场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每一天都平安健康快乐。需要服务幼联的手机0935952988，祝福大家，谢谢。那好，那校长接着下来要邀请我们北新国中徐吉勋徐校长，他也是未来各位小朋友，尤其六年级的小朋友毕业之后即将要进入的国中的校长。那校长先邀请我们徐校长不好意思，校长先介绍补充介绍一位来宾，这也是我们学校的前任校长，我们吴水静吴校长。校长好。好，校长，还有我们会长、与会的所有贵宾、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校长好。今天是我们松竹国小的校庆，那校长这边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各位，我们松竹国小今年的一个毕业的同学，他有得到了机器人的世界冠军，松竹国小的哦。松竹国小的，松竹国小的，他叫齐佑旭同学，世界冠军，他现在在读北新国中啦。
所以啊，今天是我们松竹国小的生日，所以因此啊，各位小朋友，我跟你们来玩一个互动，我跟你们来玩一个互动。我说松竹国小，你们就讲一级棒，一级棒这样子哦。那我如果说一级棒，那你们就讲松竹国小，各位小朋友会不会玩？玩玩看好不好？好，预备哦！我如果说松竹国小，你们讲一级棒哦。好啊，我如果讲一级棒，你们要讲松竹国小哦。好，好，松竹国小一级棒，一级棒，松竹国小，你们好棒，你们好棒，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徐校长。好，那接下来我想最后面的压轴也是我们长期在支持我们的家长会，我要请我们的家长会长。我小朋友都被大太阳烧伤过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致敬的是请各班的小朋友就观赏的位置，接下来有很精彩的表演节目哦。好，退到后面之后，我们可以面对表演区，提拔的互相合奏。这学期才新增的表演节目哦。
们可以看到节奏乐器的演出需要专注和默契才能达到整齐划一，气势磅礴。可见我们醒狮队的小朋友不仅头脑灵活聪明，个性也是乖巧稳重，才能够有如此精彩的演出。他们每一天都是利用早自修以及放学的时间辛勤的练习。目前醒狮队指导的教练有胡慧珍教练，还有李子轩老师，另外还有徐永佩教练，还有静祥的教练协助细部基本动作的训练，使团队的技巧更扎实精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男狮单狮的表演。这个狮头是由我们学校跑最快的男生狮子现在要去哪里呢？看起来东张西望的，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嘴巴一合一合的，眼睛眨呀眨的，好像看到了什么。掌声哦，我们掌声越热烈，他们的表演就更精彩。哦，看到的是一条河，我们的小狮子要过河了吗？好紧张哦，要过河了，身体颤抖着，对不对？没有办法，帮他们加油一下，掌声加油，勇敢的过河吧。爬到了最高顶端了，哇，他吃到了食物，哎，有看到吗？嘴巴叼着小树枝，也好开心的摇着尾巴。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小狮子带来的有趣可爱的表演。看到齐汉同学还有俊伟同学表演的栩栩如生，看起来平常要花很多的时间练习哦。
充满热闹的表演。警狮队活动主要分为表演和比赛，每年学校及社区运动会皆有警狮队的表演项目。此外，一些社区活动也有参与，像是以妈祖绕境活动前往接驾，像是税务局端午宣导、廉政宣导等活动也共襄盛举。比赛辛苦的表演，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是排舞表演。这个节目是由刘先林老师指导，洪素慧队长所带领的松和排舞队。这群社区的辣妈帅哥们穿着靓丽，朝气十足。今天他们要以多日练习的舞超吵的，超级吵，喇叭声音超吵。哎，你怎么也在这里？你呀、啊。好了，录完了啊！我是田寒轩的爸爸。怎样？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遥控飞机的表演，请热烈的掌声。今天开幕压轴表演活动是由台中市遥控飞行科技发展协会所派来的遥控飞机表演。台中飞协是一个非营利事业的立案团体，成立的目看到遥控飞机，他们的飞行表演主要以造型机最受小朋友们的喜爱。逗趣的造型和花式的动作，可为观众带来许多趣味哦。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射击，一鸣惊人啊！好，那我们的圣火台又绕回来。哇，速度非常的快哦！你是松竹国小吗？是啊，我毕业了。是啊，松竹学长。真假的？大家为抢中哥哥卖力的运动员加油！简陆组报告，简陆组报告，怎么还是这个？你干嘛跑那么快啊？你干嘛跑那么快？靠呀！还跑掉？女生组5:08，大队600公尺。对不起。接力的杨毅，你干嘛跑那么快？很丢脸啊！大姐，你车没有带的话，就让他去选。你缺香皂吗？6:08，对吧？接力的小朋友。6:08。啊，你们要参加什么活动？没活动。哎，为什么会在这里？6:08。好吧，我叫胡。好的。好的。待会儿接力进行。
在松竹国小爱。好 ，OK， 好，可以啊。谢谢。上楼。哦，我们。还快一点啊！那个仔细。对。他说他很想你们。耶！还有一点都不想你。好，师傅走。对。没有啦。好。因为等一下四年一班，你看到好多的有在。啊，哪一个没来啊？是。对。但是台中市啊，你刚才好像讲错。哎。哎，怎么又见面了？崇德了。天安轩，进入那个北新国中的那个粉丝是再重来，他如果说来过来过来，他是不是很快没办法降落？你鼻子好大、啊。嗨，拨错边了啦。他的哎，这个不是就是那一位吗？哎，那不要打住，好好录。木三小，金毛金毛。
正西五十块，正西五十块，哎呦，偷把妹被我抓到哦。觉得已经帅哦。哎，伟伦，哎，伟伦，谢小秋来找你啊！谢小秋来找你啊！谢小秋来找你啊！他在等你回来啊！谢小秋是谁？白痴，他不知道谢小秋是谁啊？哦，干，真没良心的哦，白赌了啦，哦，没良心的。这位是北新的吗？崇德，崇德，崇德，崇德。对呀，对呀，他对面哦，对。哎呀，没天聊啊！谢小秋谁都忘记了。哎，来啊，有人。哎，少一个。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有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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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有人来了啦，有人来了啦。上大张的啦，刘丽云啊，哎，你有拍到吗？刘丽云，刘丽云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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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不要，不要那么害羞啊！哎，我拍神。要不要转过来？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三年级的大队接力比赛。不是绿色的，就是黄色的。因为通常考三四道都是最绿的。这已经有那个。他们应该有先最重要的，因为旁边应该就代表是最绿。
家都全力以赴，努力的付出，努力的奔跑了。是后方也有营养教育的闯关，闯关活动有奖品，以玩为主。如果有小朋友被偷拍了，在哪里？在哪里？哦，嗨嗨，没有啊，等一下就要回去了。我已经看完我女儿的大队接力了，第三名，呵呵，我快哭了。她本来第二名哎、欸。